连快天的小病比我脸都大。大家好，我是小妖，今天有一天能看这个风吹的，今天我们去吃个烩面，去买一个小病啊，我要一个小病，一个两块。好嘞，要一碗烩面，小碗烩面上来了，给你们看看他们所做的小碗。这是小碗，这是小碗，我天，看这分量。先吃一口清面，这个面好劲道，嗯，这个汤真好喝。在河南吃烩面就是先吃点不放辣椒的面，就是清面，然后再喝点汤。哦，是我叫的清面，不是大家都叫它清面。然后再放一点辣椒，这个辣椒超级香，它不辣。有的店里面的辣椒特别好吃，还会额外出售这个辣椒，像这家店他们就出售辣椒，好像是20块钱一瓶。不辣，特别香。好久没有吃烩面了，在外面想的就是这一口，就是我在沈阳的时候找了很多家烩面，但是吃的就不是那么味。2块钱的小饼比我脸都大。这个小饼里面和的有葱花，吃的也很香，就它是真的好吃，就嫩嫩的，像吃披萨皮的那种感觉。表面炸的有芝麻，刮的有蜂蜜，吃了以后还有点甜甜脆脆的。嗯，中间这个好好吃，给你们听听。嗯，好香啊！后面辣椒放的有点少，不辣。嗯，这才够味，里面还有鹌鹑的。这边吃的烩面就和郑州那边不一样，这边是即食烩面，然后店里会配的有卖的鸡头、鸡爪，还有鸡肝，要了两个鸡爪。它这个鸡爪没有去指甲，嗯，味道很好。这个鸡爪的肉特别厚，特别肥。我小时候喜欢吃鸡爪，就是喜欢吃这个地方的脆骨。这个鸡爪的肉好多，麻辣烩面，好香，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小饼好好吃啊，嗯，小好吃，表面的芝麻特别香，
香，好香。我还得有几天才能返校，返校前我想去河南其他地方逛逛，有没有其他地区的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那边的美食或者是好玩的地方？吃饱了，拜拜。